欢迎大家来到蝗虫夜场。话说呢，台股在今天呢啊，终于恢复正常了哈。前两天怎么不正常呢？那么前两天您看到，虽然呢位处高档啊，将近九千点了，但是呢创了新低量，今年以来新低量嘛。从上个礼拜五乃至于礼拜一，大家以为说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出现这样的异象呢？那有人讲了哈，这个样的筹码才稳定哈啊，没有量呢，外资就铁定不会跑啊。啊，还有人呢啊，反过来讲哈，这种情况叫做所谓量价背离。那我都告诉你真正原因在哪里了哈。说起来就是因为特别日子嘛，什么日子呢？也就是因为呢，耶稣受难日乃至于复活节。那么说外资有人呢啊放假哈、啊，放长假，放个三天四天的都有，对不对？啊，你看到前两天不是有很多欧美股市在休市吗？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了哈。每年四月份。那么第三个礼拜天啊，这个就是复活节哈、啊，因为在历史上认定哈、啊，耶稣复活就是礼拜天，就假日。那然后耶稣是在他受难之后第三天复活的，所以往前推嘛啊，那一个礼拜五呢，也就是耶稣受难日哈、啊，这个每年都会碰得到的了哈、啊。那现在反正这个假期过了，于是台股呢量价巨扬啊，这个量没有多大了，800多亿只是比较正常而已了哈。啊，这个所谓的价扬啊，请问一下啊，创新高了吗？没有，最近高点是在上个礼拜出现9002，所以目前呢，啊，等于说是不是又即将重返9000呢？啊，代表说明天是不是继续量价巨扬啊？然后再来呢啊，开始量越大越好，是吗？是吗？当它没量的时候，行情都掉不下来。要是真的再恢复千亿量，啊，如果甚至1100、1200、1300。量大的情况之下，大家会不会有警觉？希望你要有，希望你要有哈啊！或许呢，很多人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哈啊，现在呢量价又扬起，但是在我眼中呢，它会不会是另外一个空心？会不会刚好又是空心？比方说了哈，在这个假日呢，我跟大家呢啊分享一档个股，有没有让你免费来索取那个图解传真的个股？那档个股呢？我相信加之那么多人来索取了之后，好好做研究之后，这两天变化怎么样？来看到就这一档，啊，在这个礼拜天我跟你分享就这一档个股，就是这一档个股。那么这一档个股在我说法里头怎么样？我说呢，你要小心这里是不是一个头部？如果这里是一个头部的话，这个地方是左肩，这个地方小心它是右肩。那么右肩的话，现在高点已经一点比一点低了，448、408，再来39.05。那当它股价再弹起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也特别讲了啊，把它这个局部放大之后，你可以发现448、408、39.05哈，这一个呢是到什么时候？昨天股价弹起来了，弹起来了啊，对不对？当有人看到呢啊，开始股价弹起来了，哈啊，这种情况37点是我说了哈，当它弹起来，但是还没有补到缺口，缺口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缺口，这里有一个缺口。我说，要是今天继续让它起来补缺口，补缺口是不是代表这一下子多方就赢了呢？那不是，我说呢，宁可它上来补缺口，补缺口之后，原则上恐怕封闭不了缺口，不到缺口不见得封闭啊。什么叫封闭？收盘收在缺口之上，那个才叫做封闭。那让它补到又封闭不了，代表会怎么样？就把我刚刚所讲的这一个环节呢？我再把它用显微镜再放大，哈哈，不是显微镜了，30分钟 K 线，那你可以看到哦，39.05缺口在这个地方，这个缺口在哪边？37.85，来看到今天了，今天继续开盘的时候往上冲，冲到哪里？37.95，有没有补到缺口？刚好补到，不是刚好补到一点点吗？啊，补到之后呢？请问一下收盘有没有封闭缺口？有没有收在它上头？没有，收低。啊，给他补到之后呢，开高走低由红翻黑，这个是30分钟 K 线啊，结果呢打到36.4，对不对？我相信呢，在加之有索取的人，在你心里头的一个感觉，我没有指示你要怎么做了，最起码我提醒你了。那种情况之下，最起码没有人叫你一定要反向应对，一定要去做空了哈。但是最起码要不要追？要不要追？来，为了跟大家呢举这个范例来做说明了哈。那没关系，就在这个地方公开好了。这档个股讲的是谁？讲的是谁？在今天报纸上有暴利多的，来看到，大清早看到报纸里头报什么利多？
来反核加持，反核加持。那么林益雄呢，他已经开始呢，这个所谓在进行这个绝食抗议。关于政治层面的东西呢，我们尽量少谈了啊，尽量少谈啊。但是现在因为反核的加持，太阳能 LED 啊，这个节能股呢发光，是不是？第一个就告诉你了，太阳能报纸上了啊，在跟你鼓吹太阳能的股票怎么样？不止呢这一个报道而已了，还有来再继续看哈。在一份报纸里头了哈，上头啊这个头条写的什么？太阳能厂接单呢放光芒，还特别跟你点名个股在哪里？比方说新日光，比方说玉金啊，这个业绩看俏。为什么讲到玉金呢？玉金昨天涨停板啊。为什么讲到新日光呢？新日光是目前呢在国内啊太阳能电池榜啊第一大的就是它了啊。那你看到这里附了一位人头，请问这位呢是玉金老板还是新日光呢？告诉你，他是新日光的老板。嗯哼，所以呢，啊，不止这个样子，还有，来看到通通今天的报纸啊，来看到新日光三月旺，首季 EPS 现在估计呢，大概就0.9元了。话说人去年他好不容易他才转亏为盈哈，在去年合计起来总共呢赚了8毛钱，现在今年第一季估算呢就可能赚到0.9块。一季赚的比去年就来的还要多了，是不是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看他报纸这么报啊，反核太阳能还有包括个股点名新日光，于是乎股价应该怎么样？来，我相信了哈，如果说不是收看我节目的哈，或者说呢不是在假日有索取这个传真图解的话，看他报纸这个样子，真的呢在今天开告的时候很可能就跳进去了，受不了跳进去了。来看到加热跟你图解传真做研究，这一档是什么？新日光，不是就是新日光吗？就新日光嘛，对不对？不是吗？我再告诉你，这个右肩如果起来一点比一点低的话，起来如果给它填补缺口怎么样？这一档不是就是新日光吗？是啊。还有呢，再来刚刚继续用这个所谓放大镜30分钟 K 线，让你看到今天股价冲起来填补缺口37.95，结果呢收低打到36.4，这一档不是新日光吗？对不对？开高走低有红翻呢，没有错吧？所以呢，并不是真的要指示呢你怎么做啊。那不过呢，在这个假日节目有所学的人，我相信你对这样的感受都来得更加深刻了哈。报纸利多报得那么大，大家都看得到，哈哈，大家看到股价这样的扬升，就是在开盘这么一刻嘛，你看到的东西代表说结果呢，就是你想的一样吗？为什么跟我想的反而是一样？跟我想的反而是一样，开高走低，由红翻黑。当然，话说回来哈，人家这个样子呢也没有跌很多了啊，或许明天它就涨起来了 啊明天涨起来是不是代表说哎我的眼光又错了啊、对不对？人家这个样今天该高走低嘛哈，比方说啦搞不好啊，然后呢啊明天后天它又给它股价涨起来啊，是不是代表呢啊这个样子我跟你分享研究的东西呢啊这个观念就错误？那不是啊，就算给它再拉起来情景之下，不代表这一下子呢它就没事啊，不代表它股价就要回升啊。它再起来的话，一个重点啊，它是不是可以过前高点39.05？高点渐次再降低嘛，高点渐再降低。我所讲的一个原理嘛，哈，当你看到一点比一点低，然后它还屡破前低的话，你要小心呢。不是《孙子兵法》里头8五与9地搬过来，来看到背求忤逆，你要小心的是这个东西。什么叫背求忤逆？股市《孙子兵法》8五13路里有解释：背求忤逆，何不顺势为空？对不对？啊，那当然不敢讲说呢，他铁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啊，话说回来，搞不好人家起来之后呢，啊，过两天呢，啊，反弹起来连39.05，要是都过了，要是他有办法过39.05啊，那一下站在空方立场，你就必须要知道，哎，是不是有错？是不是有错？那反过来讲的话，代表什么？代表那一下子呢？啊，证明多头的眼光才对，股价就是要回升吗？告诉你且慢，就算说它过39.05哈，那一下子呢，啊，保定所谓的背修无力，不是那样的一个典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再给它涨更高一点的话，这种情形之下，它还是有可能是右肩呐、啊，
你们看到之前高点右肩守在308，这个地方半对数计算403，啊，这里408嘛，对不对？啊，它起来情况之下，一定可以过这里吗？还不见得呢。不懂半对数三分线，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啊。好 ，OK， 举它当一个范例单，就只是让你明白什么。没有人这个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判哪一档个股的一个生死了哈。那最起码让你了解众人所看到的股价的扬升，你所看到的报纸所报的利多，是不是代表呢？就是真的，后果是不是一定如你想的美妙？不见得。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这档个股是在之前我解说给你听的，不是今天的四月中四月十五号。当时我说一般人看这样的个股呢，打入底，然后一二三四，第四波整理之后，哎，强势整理吧，多头步伐吧，然后再给它这么拉起来的话，应该要第五波创高。顺理成章的想象，是不是这么一回事？看起来是啊，没错啊，应该做买进才对啊。好 ，OK， 这样的一档个股呢？那么你们看到这里，除了红字标一二三四五，这是一般人的标法，但是呢，我特别用蓝字再把它标上什么？如果它是 A B C 三波式的反弹呢，没有所谓第五波再创高呢？啊，怎么知道是哪一种？怎么知道？在之前，我不是一样利用这个啊这个所谓假日节目呢啊图解传真，让你免费索取做研究吗？有没有？关于这一档，这个是日 K 线。那么它的周 K 线在哪里？它的周 K 线在这里啊，因为它从低档以来长线累积五大波涨势，一二三四五，如果这里下来叫 A 波下跌的话，那么你所看到这个阶段的反弹 A B C 应该是三波式啊， A B C 应该是三波式，所以这个所谓的一四二，它就不用再创高了，它就不用再创高了，是不是？好，关于这一档的周 K， 关于这一档的日 K。然后呢，甚至我一样用放大镜放大，放大之后看到什么？三十分钟 K 线呢？啊，当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报纸一样报利多，报什么利多？苹果概念股嘛，啊，对不对？没错，它就苹果概念股啊。这个样你看三十分钟 K 线，你又打了一个打底呢，那于是有利多来助阵，让股价继续再往上冲，要走向回升吗？刚我讲那个前提了，如果我所破坏这样的架构没变的话，代表什么？代表是一四二不过，不是代表它股价不能再涨高。当时股价一三一，这里一三二还可以涨高吗？我说没关系啊，打到底测距满足点在哪边？一三八，要不然呢？给它涨到一三八好不好？给它涨到一三八，不代表股价要回升啊，一样没有过一四二啊。啊，这档个股呢，一样在之前有索取这一个图解传真的，我相信你的感受很深刻。当它暴利多，苹果概念股又要起来了，呵呵，对不对？啊，量价巨扬，又准备要怎么样？那一下子他们拉起来，拉起来，拉到136，不明就里的人了、啊、哈。话说回来，都要看到报纸暴利多啊，那种情况之下呢，啊，以为12345要创高了，于是乎呢，很容易跳进去买。有索取传真，有做研究的都知道，到136之后30分钟 K 线哈，结果当天一样开高走低，掉下来，掉到129.5，对不对？暴利多，结果股价呢开高走低，然后我们翻黑。掉下来，掉到129.5啊！好 ，OK。话说回来，就比照刚刚所讲那个新日光啊一样啊，这种情形不是代表说呢，哎啊，这一下子呢啊，他就完蛋了。你看他没完蛋嘞，他又起来了，他现在又起来了。是啊，啊，他才起来，这是代表说啊，原本我们所判读、所破坏这样的一个结构并不对。No， 不是啊，他起来，甚至如果说我在讲，谁知道啊？忠实的观众们之前有索取图。所取那图解传真应该就知道我在讲谁啊！啊，给他如果再起来，再给他过136也可以啊。不是讲了吗？之前这个138也没满足嘞，138也没满足嘞，是不是？啊，反正呢，你如果再起来的话，再拉高，只要那个多少142不过，回到当时所送给你的这个图解传真142不过情况之下，你都要小心，这是 A、B、C 之后还有一个大细波下跌。作为一个所谓中期修正，你还是要提防这件事啊，了不了解？是不是？重点在讲这个嘛，啊，不要说了哈，啊，很多人真的不明就里，涨起来看到报纸暴利多一涨起来的话，就想要跳进去买啊，然后呢，打下来啊，不对了，完蛋了啊，赶快从这个地方空。我跟你讲过一件事了哈，现在行情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对空方来讲，整个行情呢，大盘还没有真正反转之前，
空方打的是硬仗，对不对？啊，这样掉下来之后又不死又拉起来，空方打的是硬仗啊，是不是？但多方呢，奉劝你们别打烂仗，别打烂仗。哎，有打烂仗，哎，这不怕死啊，不怕死，股票掉下去，改天拉起来他又解套，甚至还获利，有没有这种例子？这种例子很多，我知道了哈。啊，不要那个股价都起不来了，到最后烂到什么程度啊？那个就完蛋了哈。但是好 ，OK， 我说了，这两种都有机会赢，都有机会赢。你懂得如何打硬仗，改天呢，你的收获可能会很大。还有不怕死的这些多头吃死人，有打烂仗打到最后啊，一样，哎，赔钱不卖的话，没有不没卖你就没赔嘛，拉起来都还解套还倒赚，这个都有。但是呢，那一种所谓的哈，忽多忽空，拉起来做多，打下来做空，忽多忽空这个样子的，告诉你，你没有赢的机会，你没有赢的机会，是不是？现在是准备要决战的时候了，多头跟空头两方面准备要决战，两个都有机会哦。忽多忽空的那个没有机会，是不是？我刚才讲那个坦白话之前就讲过了嘛，行情大盘还没真正反转之前，对空方而言呢，哈，审慎应对，因为你打的硬仗。啊，你自己打的是硬仗的话，啊，这一下子的话，小心一点啊。这种情况之下呢，放心啊，你反而不会受伤啊。那话说回来了，多头自私们在心里想着这个行情要怎么反转，外资到现在继续在买超，已经第22天了，要挑战历史记录吗？历史记录是几天？在之前呢，外资现在买超22天，这个不是今天的，是之前好意好心报纸在跟你报，放大来看 ，here。最高买超30天，最高买超30天，2006年3月27号，对不对？当时买到5月9号，买到5月9号，这样总共买了30个交易日，30个交易日买到5月9号，记住5月9号，再提醒你一次，2006年这一波外资呢历史买超之最，总共买了30天，总共买连买30天，买到5月9号最高点7476，他一罢手之后呢，外资由买转卖。那种情况之下，一个月摘下来，尖头反转，怎么样？看到跌了1200点，甚至破底。现在买超22天，要拼30天吗？我不知道行不行。重点是让你明白，当初历史之最的记录一反转之后，外资一罢手呢，一个月下来跌掉1200点，甚至破底。当时高点是7476，现在高点多少？拜托，差不多9000呢。9000点下来会比当时呢来得轻吗？会比当时来得轻吗？这个样子，现在大家心里都在想说：哎，上9000，上9000了哈！大家眼看行情要上9000，以为这个样子钱多好赚。来，华尔街股市名言：当80%的人看法都一样，那么你就赚不了大钱。孙子兵法这么讲：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对对，真的上9000来者不善呐、啊！先进广告，马上回来。台风季节来临，我们来看看防台准备做得够不够。准备沙包，固定招牌，疏通沟渠，不怕风雨来。勿前往观潮、钓鱼或不当外出。防灾用品准备好，防台不烦恼。记得随时注意台风相关讯息，危险区域的民众请及早避难疏散。内政部消防署提醒您。黄社长传真情：一、判对数教学 DVD； 二、判对数讲义；三、判对数教学日刊，完整的技术推演，限时限量。洽询热线02-2781-0909，2781-0909。
七外泄，钱飞不见。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哈，众人所看到这个样子的量价扬升哈，又起来了哈，这种情况是不是代表呢后市这像你想的那么美好呢？最美好的东西就是什么？就前面张忠谋所讲的嘛，物联网的美丽世界。所以你看，有物联网这样的一个题材烘托之下啊，对不对啊？这种情形之下呢，啊，台股刚好是以高科技电子股建厂啊。啊，这个说起来，做台股里头呢，真正呢啊，一个成本都在这个地方嘛，所以台股难怪比人家强。但我请问你了哈。所谓这个物联网这个东西，在全方位理财家假日公益节目呢，我们连续探讨两个礼拜了啊、哦，包括呢这个假日还会有续集的哈。那么请问一下，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台湾独创的吗？不是嘛，代表未来的新世代嘛。啊，这种情况之下，代表好只有我们台湾好吗？不是吧，应该好的话，全球高科技应该都会好啊。但是我请问你，在之前美国啊，美股里头啊，最想表率在哪边？纳斯达克指数，纳斯达克指数这一波。啊，从4371掉到3946，一样破前底呢，破前底呢。请问一下，物联网跟他们没关系吗？高科技电子跟他没关系吗？所谓的智慧家庭、智慧城市跟他没关系，都有关系啊。为什么他股价从高点掉下来，已经破前底？破前底之后是有反弹，没错啦。反弹要注意什么？来看到哈，布林轨道线，看到现在价格分布在中线跟下线之间啊，中线往下弯跟下线之间弹起之后，要是过不了中线呢，代表什么？如果它处在那当中起来之后过不了这个下弯的中线，代表它一样处于下山的行进。下山的行进讲的什么？布林轨道线专辑第三代半对数运用，对不对？别以为现在我们所谈的题材是我们台湾所独有的，哈哈，照理讲一个全球应该都有啊，包括大陆也有啊，不是吗？来，这个大概一两个礼拜前了、啊、哈。啊，众星云集来到台湾，在谈什么啊？来看到这个陶东台讲了，大陆 IT 业起飞之后，台厂恐怕受空击。啊 ，IT 产业、资讯科技给大陆一起飞的情况之下，来看到内文哈、啊，这里讲了，陶东讲了，中国资讯产业啊起来啊，受伤最深的是台湾的业界，因为台湾缺乏品牌生产线，又外移大陆。当年创业者现在50-60岁了，斗志比年轻的时候还低啊！很多人只琢磨着高价卖股，这对台湾经济可能造成潜在冲击，远大于什么立法院学院的冲击。讲的这个东西啊，讲的就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他讲的东西呢，我相信很多人不会信服啦啊，没有关系，只是提醒你，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啊。比方说呢，一样，我在加热播跟你分享了吗？分享什么？这个一样是在之前跟你分享的这样的一档个股，12345，小心它破线，小心它破线。说起来高科技电子的啊，跟现在说物联网有关联的啊，但是涨多之后小心它破线。讲完之后我们破线，破线啊，破线又怎么样？人家它又弹起来了，又弹起来，是来重点来了哈。当你看叫众人都看到那一个时候量价又扬起的情况之下，在我眼中会不会是另外一次的一个空机呢？会不会呢？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吧？给它股价再弹起来，要是当初这里是城头的话，拉起来，你看到这个31.85，现在过了吗？没过，没过啊。那然后呢？我可以跟你计算，没时间了啦。这里起来 P3 就是这里，短波 P3 就这里，就这里。再来，刚讲到一个布林轨道往下看，哎呦，价格开始处于呢下弯的一个中线跟下线之间，中线在哪里？来看到 ，here 31.8，31.85，这里又是第三角关。大家如果看到股价扬起的一个情况之下，代表什么？因此股价回升吗？在我眼中，或许它再一次的一个空间。所以呢，当八成人看法都一样，以为都要涨了，那么你就赚不了钱。要怎么赚？反过来。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黄社长传真情：一、判对数教学 DVD； 二、判对数讲义；三、判对数教学日刊。完整的技术推演，限时限量。洽询热线02-2781-0909，2781-0909。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全国最大家具馆，很大。